那里吼，来个这个所在吼，大家尽量用，尽量吃吼，全部都算我的，好不好？算你的，对，都算我的，完全我看啊，笑光偌嘴话的。谢谢，谢谢，这么长期来支持着我，真的真的，谢谢大家随着我们一起写下巡逻歌的故事。我希望我这个50岁过后，在下半能够在社会上。能够做一些贡献的事情。如果我们频道还在，还有那么影响力，我们就继续的做下去，做就对了。艺人罗时丰 YouTube 频道 DL 不务正业，去年9月举办粉丝见面会，吸引数百名粉丝到场。近日频道释出见面会精彩花絮，当天除了与频道有极深渊源的西罗太子哥共襄盛举，金曲歌王萧煌奇、原住民歌手八大雄也力挺，演唱多首经典歌曲。各位，我们西罗太子哥呢，平常啊都有在西罗九龙太子会服务嘛？啊，你今天怎么会有空啊？我懂，因为我高调把这条，我无来袂使的，你讲对不对？你们高调一次机会嘛，好少年人一次机会，感谢兄弟，甲你感谢，阿你阿多身体不错啦。你是个帅气啊！好不好？今日现场，咱只雄起时光，精彩彩，要分享咱只粉丝，啊，感谢恁啦，捧场，阿你阿多，阿你阿多，掌声欢迎各位，各位不用急，不用紧张，好不好？我比你更紧张，因为因为接下来你要帮我们表演一下，好，来去请你，好，准备起来了，太子跟我们准备那个道具，啊，有秋瓜，秋瓜，秋瓜，我会使你啦，啊，一个七四，那么高跳跳啦，哎呀哎呀，不下人的菜，唱一个吧，一起来。想要锁住我爸的名牌，现在是国歌。那恭喜大家，这条都拍出来了。哦，感谢你今来参加咱高雄这粉丝见面会，真正感谢你足热情。李明春，和恁大家又搁出花行。李明李李，和恁买条车哈长，兼去老树。和恁车拢行东西，和恁趁钱无人趁啦。和恁车海人搭，趁钱拢稳当当。好吧。谢谢太子哥啦。我来问问看，好搞笑啊！好笑啊！谢谢啊！继续支持咱不走耶！音乐啊，走落去。有地狱列车长称号的萧煌奇，在演唱完歌曲后，地狱梗连发，逗得全场笑声不断。
声加你的尖叫声，告诉萧煌奇。恁家吼，伊足歹厝的，我为台北开车开到即阵，开车。嘉义金月花园就是足好坐呢，他们足好坐，足好坐。哦，拜托的，为着要来哦，你看弄几落个红灯呢？你猜，还要叫开足侪条红灯？在这里，我要跟萧老师说声抱歉。因为萧老师，我去年开演唱会，他真的有去捧场哦。后来他开演唱会，他有邀请我去当嘉宾，但是说真的，我那咖喱。唱歌唱了也好，你去的是，其实我的用意就是让你帮我撑场，搞笑一下这样子。哦，不是要你去唱歌的。哦，说话的功能。哦，你是说话，还有另外一种功能。对。哦哦哦，对对对对对对。那萧老师，我跟你讲，拍戏。那如果下一次你开演唱会的时候，有这个荣幸，我再去参加，没关系，再帮你垫时间，好不好？啊，不用帮我垫时间了，现在是换我帮你垫时间呢。对呀，全世界最会说干话的就是他。他坐在档的嘛，温姓肖的呢。我跟你讲，这饭店我冇过分呢。我跟你讲，你有过分？当然啦，我肖家中心会，你唔知哦。嘿，所以讲今天你吼来个这个所在吼，大家尽量用，尽量吃吼，全部都算我的，好不好？算你的，对，都算我的。完全我看肖官偌侪，我都看。所以我今天来这里干嘛？来唱歌，唱歌，唱歌的，唱歌的。我以为我们还在录不务正业呢。您要带来的下一首是《上上我列挂》，为什么会想要带来这一首给大家呢？我觉得亲情对我们来讲都非常重要。那我想就是用这样的亲情的歌呢，唤醒大家常常要跟家人联络，因为家人是推动我们最大的一个力量。我们有家人，我们才可以做更多我们想要完成的梦想。如果没有家人的支持，你们也不一定能够站在这里，坐在这里，好好的啊，不务正业。上好列瓜来听到吗？上好列瓜，很多朋友很喜欢的一首戏。上好列瓜，瓜树长水来地家，阿基唔忙落在我的平安路行行，忙忙忙到清晨。接下来呢，萧老师要带来这一首歌，是那真的是经典中的经典，有点像是国歌的啦，国歌的好不好？今天呢，就是带来这首歌呢，让我们的温暖，让我们的开心，都用不务正业这样的一个节目，带领我们看片，感动了我们全台湾的喜怒哀乐。谢谢。我想呢，不务正业就是我们的眼，我们的眼就是不务正业，你是我的眼。待会听听看副歌的声音，你们的声音如果比我还要大的话，我继续加码唱给你听，好不好？在做这个不务正业这个频道的时候，因为一开始我侄子来跟我讲，他说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团队，后来我才知道他完全是骗我的。对，因为他以前在电视台工作，他也发很多灵眼，所以他那个时候也找了一些摄影师啊什么团队来，然后就拍了我们前期大概第一季的内容。那当然因为一开始做的时候真的都没有什么人在看，但其实中间真的有想放弃，
我真的有想放弃，但我加油，我加油，女生还是一直来找着我，就说掏的碎了皮啊，啊，现在已经该做了皮。然后疫情之下，然后我们去做了这个内容，访问到这么多的故事，能够影响到这么多的人，我们也真的非常的感动。今天我们在最终点办的这个活动，也希望能够回馈所有的朋友们，谢谢你，谢谢你们长期来支持着我，真的真的真的，谢谢大家陪着我们一起写下巡逻车的故事。这是巡逻车的结束，结束是代表另一个的开始，我们一定会更努力的去做好更多好的内容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我希望我这个50岁过后，在下半能够在社会上能够做一些贡献的事情。我也没有办法说能够帮助到很多很多人，但缘分，我们尽量能够帮助到的人，我们就尽量去帮助。如果我们频道还在，还有那么影响力，我们就继续的做下去，做就对了。